同学来了，百看不厌。不想漏掉最精彩的内容，请用力订阅加按赞。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五、开开开开开开开。好了。开KO， 同学来了！超级地狱梗，憋住不笑的只有神。紫白灵凉，好可怜，好可怜！我先自明一下，还是我我上来了。你信不信姐？不可能是开房间。旧年将至，小年到，新春即将身边绕，同学来啦！开心啊，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过年过。怎么？去年过太烂了。因为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真的。因为没有像这个2020年哦的状况这样子过，对不对？太辛苦了，辛苦的一年，对不对？啊，这个就等于说是股市走到最低点，现在要反弹呐，牛市要来了。说服新的一年 KO 有什么计划吗？即将要这个幕前幕后要一把抓。哎呦，对对对，有新的表演，然后幕后也有这个要导新的戏。哎呦，期待期待期待，对对对，好棒哦！啊，没对，这是我的计划，并不代表会成功啊。会啊，会啦，当然是不能这样想，就是会成功。对，好，对 ，OK， 一定会的。对，哎，新雅呢？新雅呢？我就在家看同学来啦。好，你新的一年这么没计划，就是前头弱，这是很棒的计划。这不算计划，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新的计划，新的计划，还没有新出啊？我知道了，你应该就是要举办演唱会吧？有没有对啊，有在计划啦，然后也希望可以演到一个就是角色，就是可以演戏这样。哎呦，很好，就是希望 Ken 哥可以找我这样。哎呦，好，然后到家里面来试镜哦。大过年的一定要这种潜规则的表情出现吗？没办法，做节目就是要这样啊。对不对？明明都要约真的，他怎么？结果约真的。哎，纳豆计划是什么？我计划当然就是也会有新的节目啊，这已经有在准备了，然后还有新的戏要拍，然后还有重点是，哎，说不定我会开新的店哦。哦。为什么？恭喜恭喜！应该是就是一些有啦，是吃的。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有听到纳豆在稀稀疏疏了，稀稀疏疏了，所以今年应该要把它。对，但是 but 讲到开心店，我一定好好介绍我们今天来宾。对啊，因为你要跟新的跟我们今天的来宾学习，对，不然万一又倒了怎么办？对不对？我不怕，因为我倒习惯了，所以我 OK。OK。不要这样想，你就不会倒。好，因为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二是我们大老板詹子群。大老板，你好。啊，又开始新的新年新气，哎，讲点吉祥话好了。好，祝大家牛年的魔有厄运，好运一直来。哎呀，保佑，保佑，保佑啊！的绿茶茶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啦！祝大家扭转乾坤，大家都每个都很牛逼呀！又哇 ，Thank you， 又台语讲一遍，扭转乾坤牛逼呀！什么东西呀？我没。第三位是我们的萝莉塔，欢迎你，萝莉塔。大家新年都中乐透喽！哎呦，有什么掌声？哎，大家好，牛 ，Happy New Year。牛年行大运，好。因为这过年哈，常常听到都是快乐的事情，但是过年大家不反而害怕什么东西呢？害怕什么？就怕的时候都吃同样的年菜了。对，大年初一吃的是新菜，接下来全部是吃普年，知道吗？那就剩下，就吃不完呢。对，就吃不完，都吃一样的东西啊。我再就是回到娘家呗，回到家就人家说你还没回娘家了，娘家。
问说你结婚了没？最怕就问这个东西。那你什么时候结婚？有女朋友了吗？对，你怎么不承认呢？对啊，我有没有一个，我今天有个愿望，说希望能够赶快结婚了。对对对，啊，真的，你新愿望是这样。对对，没有女朋友了，要找。我过年，我很喜欢台湾的过年，但是我最害怕就是赌博跟喝酒。这么好玩的事情，你害怕？对，就是过年该做的事情，不就是要赌博跟喝酒吗？对啊。那是因为我，好，我酒量很差，我酒量非常不好，我很容易醉，然后。台湾喝酒的习俗是人家跟你干杯，你一定要跟他干杯。对，这样才爽啊。对，但我们在国外，我们是随意，我们会逼着人家。然后我之前一个过年，我不小心得罪一个老板，因为我不想跟他喝酒。我那时候身体不太舒服啊，我说还是不要喝了。哇，他生气的是现场骂我，我说喂，我吓死哎。哟，我们的习俗反而吓到他们。对了，慢慢融入没有关系，一定要这个放松，对，尽情的去享受。今天我们就要来玩几个游戏，就来赌博一下。我们赌不准笑，哎，不能笑。过年不准笑，很辛苦哎。进行的就是同学群星来贺岁之，现在不准笑。来 ，music。OK， 这个其实这个单元跟飞哥没有关系啊，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你配合太好，还可以来笑一下，笑完了，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不准笑的逻辑了啊。等一下，我们一群这个非常喜欢逗大家笑的表演者会出来表演。好，如果他们成功逗笑你们的话，你们就要接受惩罚，好吗？不只是我们这边的同学，我们另外一边的同学也是一样，好吗？如果你们笑出来，我们现场有女教官 Jason， 好吗？以及我们的牛魔王在这边，来自也门的牛魔王，他好适合哦。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这个扮相很帅哎。对啊，帅啊，对。OK， 好吗？就会把你们拖出来惩罚哦。如果说他们成功逗笑你们的话，那他们当然就有奖品要发给他们，红包啊。他们失败有惩罚吗？失败也有惩罚。好，好吧。哎，老师，那笑怎么样？笑的范围是怎样？就是哈哈这样算笑，还是就微笑就算笑，还是哈哈哈哈就直接枪毙了？你还敢哈哈？我的天哪，这游戏嘴唇上扬就算死了，嘴唇上扬就算死了，嘴唇上一上扬就拖出来打。那嘴唇抽动呢？嘴唇抽动。嘴唇抽动的话，我们要看谁。你开始往上抽还往下抽？往下抽 ，OK。上抽不是？对，没有问题了，大家准备好了。好，好 ，OK， 马上要看第一组表演 ，Let's go。表演一段歌给大家听。One two three four， 高高数。笑什么呀？笑什么？好 ，OK， 现在我们表演可以继续，来，请开始 ，Music。One two three four， 高高的数，上街。祝你发大财，好运弟弟来！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又啊！我没有笑啊！叫白啦！我没有笑，我就长得很像在笑。我就长得像笑哎。他被逼到了。对啊，你是怎样？你是不是因为他们？你到了什么场合会这样？我觉得开心。他发病有妹妹在前面，豆哥的菜，他觉得都是这种世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自从跟依依在一起之后，他就很少去一些场所，很少，有点怀念，对不对？还不可以，还可以。好，其实他们应该算过关了，因为他刚刚纳豆有接受笑，廖妹笑啊，廖妹也有笑了，恭喜你们可以获得红包，真的有红包。好，马上进行下一组的表演。好，第二组要来拜年，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康熙来喽。牛年新，牛年旺，牛年顶呱呱，牛年找到牛郎来相伴。是的，没错，我们又再度回到这个摄影棚里面了。实习弟，2021年，你要不要在这个摄影棚找一个你新的牛郎来相伴呢？就都是一些妖魔鬼怪啊。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站在这边的 Ken 也是妖魔鬼怪咯？没有，他今天是评审，我们不要得罪他，等一下没有红包可以拿。好，我知道我知道。徐熙弟，我刚才有发现你有时候会一直偷笑，然后牙齿特别的白耶，你是不是有去动过什么手脚啊？没错，我前几天去做了美白牙齿的那个美白贴片，所以我今天就是来教各位观众怎么美白牙齿。我是无所谓了，但是你确定那边的同学还有这几位服务师，我想知道你怎么美白牙齿。想不想知道？想不想？想想想。他们就真想知道啊！来，我们来示范。来，蔡康永，你今天就是来示范给大家看。来，我们站在场中。我也要配合啊！来 ，Ken 一起来 ，Ken 一起来，来来来。那徐熙娣，我问你，这样我有红包可以拿吗？就是、你可能要问 Ken 哥哦。来，我们现在贴那个美白贴片，我们先把上面那个背胶给它撕下来哈。好。对，贴在牙齿上。蒙娜丽莎。玉婷，玉婷，请出庭。哦。生气了，玉婷真的生气了，玉婷不可以，不可以真的生气。来，你给同学还有观众们看一下，这样，哎呦，贴好了，贴好了。对，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国际巨星一起唱跳一首歌之后，我们的牙齿就会变白了。来，我五六七会的一起哦，老师来，五六七八，快起婆婆更难。重新唱一次，好，我们再重新唱一遍。开始婆婆的来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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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好，那我点在哪里？好 ，OK， 来啊，开始喽，我们来了。不是他演太多次了。我要暂停，他就要重来啊。他演太多次，太荒谬。我们一起撑过这一关。好，撑过，撑过。看看，不能动，看看，不能动，不要动。你们老跑路，这他们在搞我屁事啊！你太像了，你不能再投入。他就是本尊啊！对啊，哎呀，开始我再来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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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婆婆登来了，开始婆婆登来了，摇来摇来摇来摇，摇来摇去，二十六岁，明天就爱领在台湾面，同学饿了吗？这个红外线很鬼哦，很鬼很鬼很鬼哦，哦，我靠，是机器的，哎，哪个人开始婆？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二十六岁，摇来摇去，哎，太久不说话。什么东西啊？乱讲的乱讲的，
是你，不能演那么明明就超色情的。太多次了，这段也跳过了吗？那不行啊，因为你演太多次，不知道在念什么啊，就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而且你在讲什么，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台词什么？我在讲什么？直接背，那你要仔细听。我去吧，开始和我上来了，摇嘞摇嘞摇嘞摇，摇嘞那个手，摇起来手，摇嘞摇嘞起，摇嘞摇嘞。什么？哎哎，那个手啊！是，没了吧？终于，你们不会笑了吧？不会了，不会了。我们唱最后包拍就好，最后最后面最后 ending 的地方。对，我们就再去再去再再去再去再去聊。好，哎，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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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歌，唱起来好长，正在欢呼的傻。等一下，等一下。不行，他讲脏话，他讲脏话。咖喱咖喱咖喱牛，咖喱咖喱咖喱牛。我跟大家报告，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把这拿下来，我会跟大家报告。因为我 ending 跟他们没有 re 过，所以我刚刚说安呢安呢安呢你啊，就是这里就要收尾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好吗 ？OK， 好 ，OK，、啊、怎么样？我们那个贴片要继续啊、哦，还要继续啊？对，好了，我们刚刚唱跳完一番之后，我们再来看这美白成效。先看 Ken 哥的挖垮挖垮挖垮啦，挖垮挖垮挖垮啦，挖垮挖垮。哦，也太白了，太白了，这个太烂了。好长啊！丫头，打丫头！今天又不能表演，太好笑了。真的，你不能表演。打，还有丫头，打丫头。Ken 哥很加分的，为这个表演。他可爱。俏皮。太好笑了。好。好，来。好，来跨买，挖款，挖款，挖款啦！其实对我觉得你今天非常的贱呢，真的很贱。你可以找椭羊了，好白哦！椭羊，你帮我吃好了，椭羊。哦哦，成功成功成功了！好，有成功。徐熙娣，你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连这个大过年都在整我。没有，我们就是要这样娱乐观众。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同学没来，我们下次再见。我真的不会再跟你合作第二次了，再见。好 ，OK， 谢谢两位。好，接下来有政治人物要来拜年了，欢迎戴立刚、王世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同学龙卷风又来了。我不是戴立刚，我是比较帅的戴立刚。好的，首先一样先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哇，世坚，好久不见啦！好久不见了，立刚。这个疫情期间呐，防疫要做好哦。没错，听说防疫升级，疫情出现破口啦！大家不好过，我们来个开运谜题，让大家转转运。好，直接来我们第一题哦。那请问大家喽，在疫情期间呢，最安全的岛是什么岛啊？哎呦，这个是什么岛？什么岛？台湾岛。台湾岛？错，安全岛啦。世坚还算是有点尝试哦。那进阶题要来喽。来了。最危险的岛是什么岛呢？这个是什么岛啊？绿岛。可爱小湖岛。啊，错。绿岛。这个岛呢，大家都去过。没错，这个岛就是蝶岛。可以。啊！组委加码送幸福。来，好，有一只黑猫在疫情期间啊，从国外回来了，然后遇到一只白猫，白猫想说不对啊，它怎么没有戴口罩呢？疫情期间怎么可以没有戴口罩啊？
那你猜白猫会对黑猫说什么呢？说什么？绿茶哥说什么啊？什么？请你戴口罩。啊，戴口罩吗？错，答案是绿茶超级地狱梗，憋得住的只有神。直白凌凉，直白凌凉，谁？朱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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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可怜，你两只，来，来，我手控制，来，贾斯汀，贾斯汀，准备好了，你要再见，你要照面，贾斯汀，准备好了没？有一只黑猫在疫情期间啊，从国外回来了，然后遇到一只白猫，白猫想说不对啊，它怎么没有戴口罩呢？疫情期间怎么可以没有戴口罩啊？那你猜白猫会对黑猫说什么呢？说什么？绿茶哥说什么啊？什么？请你戴口罩。啊，戴口罩吗？错，答案是喵。喵喵喵喵喵，最懂我爱吃。喵喵喵喵喵。六年请大雨，六年没有疫情，大家都开心。出发在新的一年，全速到头顶，超感同学来了，厉害最爱的，喵喵喵喵喵，新年快乐！什么意思？新年快乐！什么意思？开心的结尾就对了，开心的结尾，新年大家抱在一起。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这一段刚刚其实算是应该算是大家都没有笑，所以两个人你必须要接受惩罚。所以马上要进行的是牛年冲破牛的横膈膜。好 ，OK， 横膈膜就是保鲜膜了哈。两位派一位代表出列，一位，来哦，立刻加油，加油。好 ，OK， 好，现场没有人笑哈，没有人笑哈 ，OK， 好，谢谢两位的表演。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替塞玉玲珑。好，哎呦耶，欢迎出国，替塞玉玲珑啊。温馨可爱的女同学。这是苦水啊，淡薄爽啊！任务啊，洗着你是真厉害，欢迎你想看天赛有玲珑。嘿，是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看人跋倒，鬼看鬼学路的李贺。大家好，我乃是 A B C 猪的猪母啦。是的，相信各位观众一定有看到鬼宝妹妹边啊迄块输出板，甲伊的面同款大，哎，有偌大呢？有偌大，遮尼大。哎，什么什么的同款大啦哈？但只要个鬼宝妹妹，哎，带大家朗诵一遍。嘿，是的，是的，来第一句，寒冬腊月三林凉。啊啊，蛋姐啊。戴一个老花眼镜呢？老花的问题，老花。哎呦，哎呦，风吹牛动草枝摆哦。哎，过来是内牛满面五靠北，五牛五毛五够水。嘿，是的，哎，同学，你拢知影吼？知影要哪念嘛吼 ？OK， 知影。好，来，好几位来，新芽姐姐来。来。来第一句，请了。寒冬腊月三林凉。后来第二句，詹子晴，詹小姐。哦，来第二句，请了。风吹牛动草枝白。什么？谁？那都有教练，还谁？我是调整我的呼吸。微笑，牛魔王说你微笑，请出列。要也要被打。草枝白可以不要你那么大力吗？好。很好，大人处理。好，喂 ，MG 也笑了，来处理。好 ，OK， 来。好嘞，今晚老师逼到多一个字吼，都爱念多一个字，因为会说咩可以咩？
姐姐吼，迄詹子晴詹小姐可以吼？可以。哦，来嘿，五六七八来。草之版，草之版，草之版，蔡丽娘，蔡丽娘。哎，谁谁？好，他故意，他故意，但我没有笑他啊。谁？故意故意，自己想害别人就弄到自己来。答处理很好。以安笑是，以安处理。好啦，说落来，第三句咱迄个茶米茶米茶，什么茶？绿茶啦。哦，你叫绿茶好。绿茶来第三句来念一解。内牛满面无靠背，不无靠背。靠背。无靠背。对，是是是，过来上尾一句，大家做伙念。五牛五毛五靠水。哎，嘞，即马嘞，大家拢会晓唱，拢会晓念啊嘿。那个知影这条歌是啥物意思嘞？嘿，是的，这个故事吼，就是咧讲寒冷的山林吹着凉风。哎呦，哎呦，哇，这歌好，可以了，吹多久？吹动了草，也吹动了壮硕的牛群。哎呦，口被拉起了。口了。另外五只牛靠在北边。靠北，靠北。另外五只牛在草地上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哎，卖欧北林呢？什么什么啊？喝水啊，水姑娘啊，水。啊，无啊，啉茶好，啉茶，啉茶。等来，等来，等来，欧北来，欧北来。好啦，即马同学拢了解哈 ，understand。啊，既然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为了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行大运，为此带来一首舞曲 music。漂亮姐妹花又来了。哎呦哎呦，漂亮姐妹花真的。哎呦，牛年大吉。谢谢。怎么样？谁？哪一位？绿茶，绿茶，你是怎样？绿茶刚又笑，初恋也太干了。他在苦笑，他在苦笑，苦笑也算。苦笑也算。好，好，这个有大力。少迪，少迪知道怎么打了，很好，很好。少迪往心里去，往心里去。好，你觉得这刚刚还是笑出来啦？这样不行。是，只要有笑出来，不管是任何理由，我们都要。我以为你说好就已经停了。来。来来，你再念一次来。寒冬腊月三，寒冬腊月没有，我指到哪里，你要念到哪里啊？三，零，凉，凉，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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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白，直，零，凉，零，直白，零，凉，直白，零，凉。谁？初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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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初恋笑在这，初恋，初恋，真的太像，初恋，好可怜，两只，来，来，好可怜，控制，来，来，两只，来，好 ，OK， 绿茶，很好，地狱梗不能玩了，贾斯汀，贾斯汀，贾斯汀。你要再念，你要再念。贾斯汀，准备好没？一年之内，三斤娘呀，三斤娘啊！贾斯汀，啊，贾斯汀要打一下，先打一下，先打一下。好，贾斯汀，你要念，你要念，贾斯汀也要念，你要跟着我念。好，好，来，预备，我手指到哪里，你要先念到哪里哦。好，月三零两零两。零两零几几几八几零两几零几几米零几八。他根本就出人家鸡鸡，出人家鸡鸡出人家。你太讲笑话，他只讲鸡鸡不算，我再来鸡。外国的朋友发音有点不标准，笑什么笑啊？那都出脸，那都出脸，直接讲脏话。真的，我没有，我没有。大家给我们外国的朋友一点机会好吗 ？OK， 贾斯汀准备好了，发音要标准，发音要标准，标准标准。山林凉，草
鸡枝枝还是鸡都可以，你要念准就好。OK， 丑鸡白，谁哪一位？他自己笑，自己笑。丫头，丫头还是枝了？丫头，出列，丫头。是吃还是鸡？好像我们这个比较好笑。贾斯汀，这个比较好笑。贾斯汀，准备好了，好，不要来了啦，太多了啦。山林两告北，鸡把纸哦，山林两草之白告北，好，很好，发音算很标准，这样就对了。提升我们这个国语的能力，很好，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谢谢。好，让我们欢迎最后的大来宾渡边直美以及月光仙子 ，Go！ 欢迎来到月光仙子的甜点教室，变身，尖叫声来一下，哇！特别的节目，我们来欢迎特别嘉宾渡边直美。变身，怎么回事？直美嘞，托尼基瓦，直美，托尼基瓦，托尼基瓦，嗨，直美，太像了吧，脸胖嘞，变胖了呢，一直都是这样。嘿，直美，今天我们要做马卡龙跟马德莲，马卡龙马德莲呐，哦，马德莲呐，哎呦，马德莲呐。哦耶！小心哦，小心哦！Macarena, thank you. 谁算笑？等一下，我有算笑吗？谁？我是看他的画面。纳豆初恋，我这只看他的画面觉得初恋。初恋，天使比较嘴巴微微往上翘都不行。好 ，music， 请继续。跳起来，哎，要看我的眼睛，耶，妹子，跳起来，有笑啊，有笑，我看到你了，笑你了，我叫你呢，喂，兄弟们，姊妹。回来，姊妹，点心做好啊，也发完了呢。点心做好的，啊，十个亿呢，我都没有做。十个亿啊，难得来台湾，我们一起跟大家拜个年吧。好，新的一年祝大家牛年大吉，牛年顺利。Hello， 新的一年祝大家牛年大吉，牛年顺利。嗨，嗨，朋友在我的希望拿玫瑰花。真的是发点心啊、喔！确定是 ending 啊？哈，这该惩罚了啊！这要惩罚了，这要惩罚了！哇，蛮好笑的吧？确定呢、欸？我投稿费都没了呢、欸。他的那个，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背真的太好笑。你看这直美的那个背肌，真的太厉害了，太认真了。哦，对。但是就是少一点内容，少一点内容，内容那是蛮不错的。哎，好。牛魔王不要讲话！牛魔王在干什么？什么内容？牛魔王你是喝醉了是不是？他要弄内容。牛魔王可以笑吗？牛魔王不能笑吧？不能笑。牛魔王不能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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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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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都掉了。哎，贾斯汀，贾斯汀出列。贾斯汀，出列，出列，出列，请出列。预备备！注意哦，注意哦！对啊，一定要大力处罚。好 ，OK， 接下来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 ，Let's go。好，现在要进行，现在不准说国语啊！这个重点就摆在绿茶身上了啊！绿茶要用他精湛的这个台语的实力呢，来形容。人事物或者是成语，没错，要来给两队来猜，对，好吗？但是途中你不能够比手画脚，当然，你只能用讲，用讲的，好，这个套，对，
准备好了吗？好，两分钟的时间。新雅队先，等下再换我这一队 ，OK？ 好 ，OK， 来哦，两分钟计时，来开始。接下去，接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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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 ，OK， 接狼，接狼，我就努力，就努力，就努力，用力 ，OK， 但是努力到底，底喉，努力到底喉，是什么？水平，对，就努力的努，我就努，真努力。考勤了就努力努力，后边的是水平水平水平。水平是什么？水平是什么？考勤努力，后边水平。绿茶骚扰女艺人，弄得大家好害羞。加力加力，我考到第二，又去睡就睡，但是哦，爱你，我想你懂懂懂，喂，你懂我懂，我懂懂懂，对，你懂我懂懂懂，不信不信姐，我考了是。开房间。我考了你哦，你就是我爱，我懂懂懂，我懂你懂。水平，对，就努力的努，我就努，真努力。考勤了就努力努力，后边的是水平水平水平。水平是什么？水平是什么？考勤努力，后边水平，别人是啥物？后边水。对，几个成语，几个成语。成语，对对。台语要注意。后边从努力，后边对不对？考勤努力，后边水平啊，好的啊，好努力，好努力。哎呀，应该这样。是。哎呀，换下一个，下一个，我们三个。好了好了 ，pass， 加油加油加油，努力一下。OK， 哇，我看到你，哇哦，我爱你，谢你谢你谢你，我看到你哦，就水就水，但是哦，我爱你，共享，我爱你我爱你哦，我姐，我一见钟情，不能不行 ，OK， 你起码是什么人？我现在是什么人？对 ，OK， 你起码，你在我 ，OK， 哦，我看到你，我下面咚，我下面咚，小鹿乱撞，对，不是小鹿乱撞，我下面咚，我你懂我懂，我懂你懂，对，你懂我懂，咚，不行姐，我可以，开房间，我看到你哦，你就是我，我咚，我懂你懂，我看到你，你懂我懂，我看到你，成语四个字，共享什么？对，龙山丫头。不是不是，带几次我看到你哦，我看到你看到我，对不对？我看到你，剩三十秒了。你喜欢的人，我懂你懂，懂，是啥物？导演，不是呀，你是啥物？你是啥物？是懂你，你懂我懂，懂。太好了，啊对对对，心心相印。好，下一个，下一个，古代其实某，我古代的其实哦，我起码靠我的靠油，我的靠油，靠油，靠油，我靠油，但是我某虾米，但是我几根虾米，喂，需要一个古代有几个香香，有香香，有几个香香，还有一个辣椒，听不懂哎，对，古代的人哎，古代人哎。古代的人，就认，但是，他抓，哦，好嘞，几个字谢你吧，谢你，谢你 ，OK， 他去是莫奈塔，但是他心中下面，起码就这样子，没有，心心相印，又懂了，要你的秀下面呀，要你的秀。你有在秀，就下面下面，钻木取啊，钻木取火答对，钻木取火是吧？钻木取火，好厉害，再上一题啊，好强哦，厉害，哇，台语超烂的，下一题，好，还剩多的时间，你也在切力，15秒，七嘞，要接短，对不起，一个字，短呀，大哥，短呀的大哥，男。杂波爱杂波，女生，来信不信？杂波爱杂波。踢，时间到，是不是？女追男得成爱杂波，男追。他说一个字啊，男生啊，杂波。电影啦，电影，短呀，七个字的。刻在心底的名字，这不止一个字吧？答案是七个字，刻在心底的名字。好，两分太烂了，下去换我这一队。好，现在换纳豆队。我懂他逻辑，我懂，你懂对不对？我懂你。哦，你们两个台语是可以沟通的哦。我台语是强，我是配合他。我懂你。你懂绿茶台语就对。绿点，哎，真的，你会耶。哇！歪楼又闲事，西洋人就爱吸这个。西洋人，
好好，来看到、哦，看到，看到。好，第一题哦，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哦。哎，好，预备备，计时开始。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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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吧，谢你。掏钱的你，掏钱的你。哦，韩国人爱吃什么？泡菜，泡菜。不是不是，贝贝等等，贝贝贝等等。烤肉。贝贝等等，贝贝等等。不不不不不不，对对对，啊啊啊啊，贝贝。在这里丢丢丢，步步高升，不是不是，在这里丢丢丢丢丢，年糕丢丢丢丢丢丢，在这里丢丢丢丢丢年糕，年糕丢丢丢，别等等，别等等，别尝尝，对对对对，韩国人爱吃，韩国人爱吃，年糕年糕，但是但是在这丢，快点，不是不是，刚丢刚丢，糟糕糟糕糟糕，在这里丢丢丢，在这里丢，下面你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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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年年 OK 丢丢丢丢丢，年年有余，有余，正确答案。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哎，芝麻姑娘，芝麻姑娘，底下有个姑娘。不是不是姑娘，没错，对对对对对。OK， 姑娘姑娘 ，OK。就就下面 OK OK。亚洲人，亚洲人，不不是。亚洲人。澳洲人。对对对对。澳洲人。西洋人，西洋人，西洋人。西洋人。对，西洋人，西洋人。西洋人。爱爱虾米，爱虾米。西洋人。他们爱看洋剧。啊不不对不对不对。啊。西洋人，西洋人爱。爱爱西爱爱西，西安的西，西安的西西下面，西安的西西西什么？他们西什么？西安西西下面，西安的西西。他们喜欢西什么？不是不是，西安的西，西安的西西西，亚洲人的西。耶稣耶稣 ，OK OK OK， 亚洲人的西西下面。菩萨，没事不是，林林默娘，没事不是，林默娘 ，OK OK OK， 再接你丢丢丢，好强，丢丢丢丢丢，是是是是是。西亚里的行，好强、哦、！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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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哎，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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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OK OK， 台中台南人，台中人爱吃什么？台南人爱牛肉面，不行不行，太阳面，但是这是一个什么 ？OK OK， 太阳饼，台接了你好，就是台接了你去你爱你跟，对不起，加油加油，OK OK OK OK， 金山有虾米？金山虾肉虾肉，金山有海边，海边旁边是虾米？金山海边旁边是虾米？海边粉红小火块，海滩，对，海滩是虾米？海滩是虾米 ？OK OK， 在这里 ，OK OK， 沙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OK， 小锅鱼头 ，OK， 丢，小锅鱼头。强哎 ！OK， 三力 ，OK， 我今晚我就讨厌，我就讨厌你，我就讨厌你 ，OK， 但是我丢你，我丢你，但是你，哦，广东话，但是你不丢掉，没中，对，对我被抢，对 ，OK， 你懂的，意外默契超大的两人，还会有什么神演出呢？谢你 ，OK， 今晚是虾米？今晚是虾米？现在是过年的小年夜，过年跟年夜拍，要时间的，要底虾米，要底虾米。过年话你跟选烟火，没问题。过年话你跟打麻将，不行，你过年你跟跟啊，等一下，过年你跟长我跟长辈，对，拜年，拿虾米，拿红包，再来，恭喜发财，不行，再来，对 ，OK， 哎，谢。我觉得最后伟轩还蛮先懂哎，游戏你懂他，教我。哎，绿茶已经半条命快死了，快死了。对啊，为什么看起来像跑完马拉松？他的汗是一直在流的。对啊，好猛哦！不是因为你要想那个字，而且那个字太痛苦，真的没有，对，好痛苦啊，没有办法形容，我是用音。逼住自己的思考逻辑讲出来，太快断气了，我们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新雅队得到的是2分，纳豆队得到4分，厉害！恭喜纳豆队获胜啊！哎呦，可以抽红包是不是？可以抽红包了，好不好？来，是哟，好好哦，那谁一人抽一个嘞？不能看后果，快点看感觉。对，恭喜你呀！恭喜各位同学，谢谢。好 ，OK， 今天的这个小年夜，大家开好笑一下，好笑一下，欢乐一下。那最辛苦的，后来我们发现说，哎，同学表演的哈都准备十足，但是呢，最辛苦的是绿茶，绿茶就快要没了。有没有喜欢？好累哦！给你个红包，对，一定要给你个红包，对。
明天就要除夕了，是说家人要相聚了嘛？是的，是的。准备迎接牛年过来嘛？对，对对对。鼠年离开嘛？那意思。鼠年离，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要祝福你身体健康，力大如牛。谢谢谢谢，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Okie dokie。OK， 好。这个过年祝大家都新年快乐，是大家过个好年，看个好玩好玩的表演，也祝大家今年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发大财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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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